爱是什么形状？有些话想要对你说，看见你依然在角落，怎么了？怎么了？好难过，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可以说说。太多的故事在心中，有太多的解释让你痛。没关系，没关系，就哭吧。可能是太爱他，说出来吧。你的爱是什么形状？你的爱或许也和我一样，是三角的恋爱，还在原地。别想太多，用真心去表白。你的爱是什么形状？你的爱有没有失去方向？像缺角的方块，想把它找回来，回到最初你想要的形状。有些话想要对你说，我看见你一人在角落，怎么了？怎么了？好难过，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可以说说。Love is sweet, love is fine, love can hurt you sometimes.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说下爱的简单如同一加一给的答案。 Close your eyes, what do you see? 你的爱是什么形状？你的爱或许也和我一样，是三角的恋爱，爱在原地打转。别想太多，用真心去告白。你的爱什么形状？你的爱有没有失去方向？像缺角的方块，想把它找回来，回到最初你想要的形状。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我看见你依然在角落，怎么了？怎么了？好难。为什么？为什么流泪了？可以说说你爱的形状。